的沙石，到马竹尾，五米宝贝，从地而有，皆因土地，多常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之事，有时功德极以神通，百千倍于常温地神，都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的供养菩萨及转读世经，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世修行者，如于本神力而有不知，故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则闻于耳而更令受。归难主独护世人故，亦有四方眷属、诸天眷属拥护世人，何故得如是圣贤缘故？皆由善以地藏形象及转读世本愿经故，自然毕竟出离苦海，正念难乐，以世之故得大永故。见闻第一品第十二，尔时世尊从彼门上化百千万亿大豪相光，所谓白豪相光、大白豪相光、瑞豪相光、大瑞豪相光、玉豪相光、大玉豪相光、紫豪相光、大紫豪相光、金豪相光、大金豪相光、碧豪相光、大碧豪相光、红豪相光、大红豪相光、绿豪相光、大绿豪相光、金豪相光、大金豪相光、沁云豪相光、大沁云豪相光、天伦豪光、大天伦豪光、宝轮豪光、大宝轮豪光、日月豪光、大日月豪光、月轮豪光、大月轮豪光、宫殿豪光、大宫殿豪光、海云豪光、大海云豪光，与你们上况如是等豪盛光影，诸回妙音，报诸大众，天人八部，人非人等，听汝今日与大力天宫称扬赞叹地藏摩诃萨埵的尊宗，利益等事，布施利事，超胜因事，自地利事，以尽无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事，说是于此，贵州总统菩萨奉观世音观世音从座而起，无贵合掌佛如来世尊，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地大慈悲，怜悯罪汝众生，以千万亿世界化千万亿身，所有功德及不思议威神之力，我闻世尊以十方无量诸佛一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语，证实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说其功德犹无痕迹，向者用蒙世尊普报大众，欲称扬地藏利益的事，唯愿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称扬地藏不思议事，令天龙八部难以过。我报观世音菩萨，汝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多天多龙多男多女多神多鬼，乃至六道罪苦众生，闻汝名者，见汝实者，天目汝者，瞻览汝者，是诸众生于无上道，于无边等，法盛人间，受胜妙乐，因果将熟，遇佛受具。汝今具大慈悲，怜悯众生，以天龙八部，听汝宣说地藏菩萨不思议利益之事。汝当谛听，汝今说之，观世音言：唯然，世尊，便要汝问。我报观世音菩萨，未来现在诸世界中，有天人受天五境，有五衰相现，或有堕于恶道之者，如是天人堕男堕女，当现相时，或见地藏菩萨形象，或望地藏菩萨名，于三地里者，是诸天人等真天无受大快乐，有不堕三恶道光，何况见闻菩萨以诸香花天衣诸音布施供养，所获功德无力无量无边，故是观世音若未来现在诸世界中六道众生以命终时，而闻地藏菩萨名，一生地而分者，是诸众生永无力三恶道苦，何况人间终时，父母眷属将生命中的色彩财物宝贝因母数化地藏形象，或使病人危中之时，眼耳见闻知道眷属将生命中的宝贝为其自身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世人若是业报，成施功德，寻其所欲，受益增益。世人若是业报密尽，因有一切罪障业障，何多恶趣者，成施功德，命中之后，即生人天，受胜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故是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女，或读书时，或三岁五岁王室父母乃及王室兄弟姐妹，世人年纪长大，四亿父母及诸眷属，不知落在何去，生何世界，生何天中，世人若能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家地理一定之妻子，或若就是无名见行瞻礼供养，世人眷属假意业故堕恶趣者，今当即速诚实感应兄弟姐妹，塑化地藏形象，瞻礼功德，寻己解脱，生人天中受胜妙乐。世人眷属如有不利，以生人天受胜妙乐者，即诚实功德转真声音，受无量乐。世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心瞻礼地藏形象，
遍起云子满一万遍，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即报是遍处世界，或于梦中菩萨现大神力，亲临世人，于诸世界见诸遍处，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直至于千日。世人大得菩萨现所在土地为身，终身为物，现世衣食丰盈，不住疾苦，乃至恨世不入其门，而忘其身。世人毕竟得菩萨摩尼受记，故至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应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必修无上菩提者，必出离三界者，是诸人等见彼善形象，即无名者，自心皈依，或以香方、银壶、宝贝、饮食、供养、瞻礼、施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故至观世音菩萨。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事，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故愿地藏菩萨巨大慈悲，永永护我。世人于睡梦中，即得菩萨摩尼受记，故是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于大圣经典深深珍重，发布施一心，必读必诵，终于名师教师一定可学而学化，动经年月不能读诵，是善男子等有数业障，为得消除，不与大圣经典不读诵信。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像，具以诚心恭敬，成佛，愿以香光、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以净水一盏，借一日一夜安菩萨前，然后额掌起伏，回首向南，连入口时，自心正重，无水既毕，胜五星酒肉，邪淫妄语，以诸三害，一七日或三七日，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即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于是人诸众观的名水，即人分觉，即破聪明，一是经典，一粒耳根，即当永记，故方方是一句一句，故是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久者怪怨，或多疾病，或多凶灾，家财不安，眷属分散，或诸困事，多来五身，非梦之间，多有进步。如是人等，闻地藏名，见地藏像，自心恭敬，念满万遍，是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即得安乐，衣食丰盈，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故是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因自身，或因公司，或因生死，或因疾事，入山林中，或渡河海，乃及大水，或惊险道，世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万遍，所过土地鬼神，会护其处坐卧，永保安乐。乃至佛母、狮子，一切毒害不能损之。我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语言无比有大意愿，若说以诸众生见闻利益的事，百千劫中不说不能尽。是故观世音如以神力如护护世界，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尔时世尊而说偈言：吾观地藏威神力，能得三劫多难尽。见闻三语一念间，利益人愿无量事。若男若女若龙神，道尽应当堕恶道。自心皈依大师身，受命者真除罪障，少师父母恩爱者，未知魂神在何去。兄弟姐妹及诸亲，生长以来皆无事。若诸波罗大师身，悲念瞻礼不暂舍，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体。自己眷属所称见，众多恶趣行诸理，若能不退是初心，即若摩尼受圣境，必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出离三界苦。世人尽发大悲心，先当瞻礼大师像，一切诸念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有人发心念经典，譬如寻名超彼岸，非立志愿不失力，全土全望都会失。世人有业障祸故，与大圣经不能尽，供养地藏以香花，衣服以食诸玩具，以净水安大师前，以至一月得护之。欢迎众信圣母亲，酒肉邪淫即忘语，三七日内勿杀害，自心思念大士名。即以梦中见无边，觉乃变得一根耳，因是尽教力而闻，千万世中永不忘，以是大事不思议。能使诗人获慈惠，贫穷众生及疾病，家财凶灾皆属于睡梦之中息不安，求者乖违无正睡，自心瞻礼地藏像，一切恶事皆消灭。自以梦中尽得安，一时功劳神鬼怒，欲入山林及渡海，如恶行兽及恶人，二十二鬼并恶风，一切诸难诸苦恼。
大堂瞻礼及供养，地上菩萨大士像，如是山林大海中，一切诸恶皆消灭。观音自心听我说，地上无尽不思议，百千万劫娑婆中，广劝大士如是力。地上女子人若闻，乃至见相瞻礼者，香花衣服饮食供供养百千受邀的，若能以此为法界，必定成佛超生死。是故观音汝当知，普告菩萨诸佛土，如来人间品第十三。尔时世尊举金色臂，又摩地藏菩萨摩诃萨顶，而作誓言：地藏地藏，汝之神力不可思议，汝之慈悲不可思议，汝之智慧不可思议，汝之辩才不可思议。自此十方诸佛赞叹宣说汝之不思议事，千万劫中不能得尽。地藏地藏，即汝今日在高丽天中，与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在与人天诸众生等，未出三界在佛掌中者，护主于汝，无定是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何况更落苦无间及阿鼻地狱，东经千万亿劫无有出奇。地藏，是南无无敌众生，自信无定，邪恶者多，众发善心，须臾即退，若遇恶缘，念念增长。以是之故，无分事行，百千亿化度，随其根性而度脱之。地藏，无今殷勤以天人众护主于主，未来之事，若有天人及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众手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滴，都以道力永护世人，见修无上，勿令推施，故至地上，未来世中，堕天堕人，随业报应，堕在恶趣，于堕趣中，或至人手。是之众生，若能变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声经典，是之众生，如以神力方便救拔，于是人所现无边身，为睡地狱，潜力升天，受胜妙乐。尔时世尊而说偈言：现在未来天人众，无今殷勤护主汝，以大神通方便度，勿令多在诸恶趣。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无跪合掌，佛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一百千万遍度通世人，于生死中速得解脱。何况闻之善事，念念修行，自然明悟上道，永不退转。说是语时，会中有一菩萨名须公照，佛佛言：世尊，我自持刀立，无念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德神力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及一切天龙，无此经典及地藏名字或瞻礼形象，有几种福利，唯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等略而说之。佛告须公照菩萨：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说之。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即闻此经，乃是读诵香花、饮食、衣物、珍宝、布施、供养、赞叹、瞻礼的二十八种利益：一者天龙护念，二者善果日增，三者极盛上因，四者菩提不退，五者衣食丰足，六者疾疫不临，七者离水火灾，八者无道贼恶，九者人见清净，十者神鬼住持，十一者女长男生，十二者为王者女，十三者专政相好，十四者多生天上，十五者或为帝王，十六者数字命通，十七者有求皆从，十八者眷属欢乐，十九者诸恨消灭，二十者业道永除，二十一者去除尽通，二十二者夜梦安乐，二十三者仙王离苦，二十四者束缚受身，二十五者诸圣淡淡，二十六者聪明立根，二十七者饶止敏心，二十八者毕竟成佛。或是虚空藏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闻地藏名，以地藏行，或闻地藏本愿事行，赞叹瞻礼得七种利益：一者速超圣地，二者恶业消灭，三者诸佛护灵，四者菩提不退，五者增长本意，六者宿命皆通，七者毕竟成佛。尔时十方一切如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及大菩萨天龙八部与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叹谓成有四时到立天，立五缸香花，天衣诸缨，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已，一切众会几乎瞻礼合掌而退，地藏菩萨本应经见下赞。地藏本是较量之音，龙禅音表示全身，即是佛道圣，无力无穷，决定我人生。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地藏赞。地藏菩萨妙人伦，化现金龙处处会，三途六道闻妙法，四生十类闻慈恩，明珠照彻天堂路，惊喜正开地狱门。
累劫金金龙皆已，九莲白曼女慈尊，南无九华山幽冥世界大慈大悲地藏王菩萨，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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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藏王菩萨。好，各位，我们请翻开到前面地藏菩萨本愿金经要诵吟诵两遍。地藏菩萨本愿功德一心自性，诸法实相，忏悔业障，专一赞叹，自诚皈依。如经所说，布施供养，坚等离苦，准准戒除，身福除障，成佛护主。于此世界，是弥勒佛以来众生，悉时解脱，永离诸苦，浴火受记。以此因缘，为此世界幽冥教主，娑婆本尊，念此圣号，业障消灭，三恶道苦。悉皆超脱，三善道众，增长善缘，人生菩提，毕竟涅槃。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好戒性，一切无心障。南无幽冥教主，娑婆世界本尊，大愿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地藏菩萨本愿功德一心尽性，塑化形象，忏悔业障，瞻礼赞叹，自诚皈依。如经所说，布施供养，坚忍离苦，存者眷属，真福除障，成佛护主。以此世界，自弥勒佛以来众生，
即使解脱永离诸苦，遇佛受记，以此因缘为此世界幽冥教主说佛本尊念此圣号，愿将消灭善恶道苦，悉皆超脱三善道众，增长善缘，圆正福利，毕竟念往。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无心造。南无幽冥教主说佛世界尊大愿，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地藏菩萨赞，起手持非大教主，万德洪名称地藏，誓愿洪生无余等，威德尊严更难扬，十方菩萨同归命，三世诸佛同称仰，地狱未空不成佛，众生度尽正觉法，末法众生无一物，唯有大士价十行，起手持非大教主，万德洪名称地藏，誓愿洪生无余等，威德尊严更难扬，十方菩萨同归命，三世诸佛共称仰，地狱未空不成佛，众生度尽正觉法，末法众生无一物，唯有大士价十行。好，师兄请在心中默持，乃至你三遍。我宣圆满真言七遍，请同诵。唵嘛呢叭咪叭咪吽呀叭咪嗦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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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回向。以此功德上供下施，发愿有数许，心无缘时，遍染虚妄，普周法界，四圣六凡，圆融无碍。好，功德供养发愿回向文，请同诵。我是圆觉宗弟子李嘉国，我今发愿，尽以三世所修一切功德，及今日共修功德，供养皆根本智理慧法金刚上师，即请智理慧法金刚上师。以身正法界本集体中，不住涅槃，不舍大愿，以念我本愿身障众于彼弟子，及诸六道五趣无碍众，速即正愿再来，于十方上现无边身，作我依护，引导我等走出轮回，早分解难，并以此功德上供十方三世诸佛菩萨。祈愿加持自己与金刚同学，共一切有情，永无障碍。当下以心见性，与上师相口与三明相应，一体无二，同证大圆满觉。我护发愿，我报之时，誓愿追随上师，往生净土。趁愿再来，广度众生，同证圆觉，护愿世界和平，灾劫永息。台海两岸精诚合作，永无战争，国泰民安，社会祥和。圆觉心华，广能久住，建立人间净土，庄严华藏世界。一切成就来自上师，生生世世永难忘怀。一切成就用于度生，生生世世永不退的大圆满大吉祥。好，那我们再诵下面的共修回向文。诚愿以今日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本愿经心要诵。地藏菩萨赞之功德，回向世界和平，人民安乐，正法久住，法轮常转，灾障消灭，祸患不胜。法界所有因生而未生之婴儿，皆能蒙佛接引，往生极乐。并回向今日参与共修之见闻随喜参与者，以信虚空遍法界一切有情众生，消除诸见业，增长诸福慧，人成圣善乐，渐渐显安乐，是诸是法吉祥圆满，同证无上道。在回向共修者之历代祖先与
友及人事父母恩人，冤亲债主、遍往界中因众生等，皆拢诸佛如来菩萨护法身中，慈悲皆于救度，往生极乐世界或善道，生生世世永离恶道，离一切苦，得住净乐，速证诸佛圆满位。大圆满。诵经一张新的功德回向台湾公社护法会所有功德会员，二年消主佛会分享祝愿吉祥，时间诸事兼法圆满无碍，诸善成就，诸正无极，也回向台湾公社光明灯功德寺及一件属消灾主障，国家平安健康，诸事吉祥圆满，开母智慧，诸正无极。好，那我们再把今天诵地藏经的功德回向给下列师兄居士，愿他们都能够深得念地藏菩萨本愿这个功德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金银师兄，回向林秋明导师兄，回向陈王月宇居士，回向王明花师兄，回向王金志师兄，回向吴文秀居士，回向杨新德居士，回向陈素贞居士，回向红灯山居士，回向林灿山居士，回向詹天之居士，回向戴立英居士，回向黄松莲居士，回向郭宝玉居士，好，那下面我念的名字，各位师兄请在心里面复诵一次就好了哈。好，再把今天诵地藏经功德回向陈李玉芝居士，回向黑轮狗狗居士，回向卢月智居士，回向卢恒居士，回向卢萧珠居士，回向马金岩居士，回向马毛虾居士，回向马郭段智居士，回向马生昭居士，回向马柳凤居士，回向张万德居士，回向张曲金子居士，回向梁清居士，回向梁陈秀英居士，回向庄梁世皇居士，回向梁美玲居士，回向梁淑君居士，回向冯万子居士，回向冯梁乱居士，回向梁冯庆林居士，回向冯顺和居士，回向杨冯阿雀居士，回向邱吴进居士，回向杨来居士，回向杨衍居士，回向汤照居士，回向汤王树居士，回向罗正进志居士，回向罗玉居士，回向罗玉霞居士，回向罗阳莹居士，回向汤阿妹居士，回向曹仲义居士，回向曹叶日历居士，回向曹水旺居士，回向吴纯业居士，回向陈志辉居士，回向谢腾三居士，回向谢腾丁居士，回向陈中正居士，回向陈昭清居士，回向吴树木居士，回向吴树花居士，回向苏林巧居士，回向郑志远居士，回向林底居士，回向林金花居士，回向林天宝居士，回向蔡姓居士，
回向和黄秀软师兄，回向和魏居士，回向谢云英居士，回向郑和居士，回向周桂荣居士，回向蔡国辉居士，回向何龙成居士，回向何贤冠文居士，回向袁胜凯居士，回向徐铁居士，回向赵妈传居士，回向赵薛氏居士，回向谢世善居士，回向谢浅居士，回向苏武雄居士，回向施坤居士，回向施延娇智居士，回向施张柱居士，回向施家正居士，回向林智居士，回向林福山居士，回向尤文启居士，回向林淑珠居士，回向尤美群居士，回向蔡老赛居士，回向蔡淑珠居士，回向蔡仲泰居士，回向蔡新燕居士，回向苏有才居士，回向李华基居士。愿以上居士师兄业障消除，天龙诸佛如来菩萨护法圣众慈悲接引救度，往生极乐世界佛三道，生生世世永离恶道，以一切苦得自身的助证诸佛圆满位。再把今天诵地藏经的功德回向，心情观众病毒的疫情能够免除，那治疗心情观众病毒的得到能够赶快研发出来，还有心情观众病毒的疫苗也能赶快研发出来，那也是回向世界的大灾难能够大化小，小化无。各位师兄，请在个别回向。送一张经我们已经送了很久了，所以大家都很熟了，哇，都送得飞快，所以时间我们还剩下蛮多的。今天是父亲节，我们把今天送经的功德怎样回向给我们在这边的爸爸好了，所有的爸爸了，愿所有的爸爸都能够怎样健康平安，没有病苦，最重要没有病苦，大家也都能够精进的来念佛，来消灭罪业，推入轮回苦去，早证菩提。那再跟各位做一个广告，我们每一个月第一个礼拜五有在修成莲花往生法，这是一个比较基础的法，但是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法。师父说这个法有普传，那修这个法非常殊胜，那我们在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有这个法的共修，那如果有兴趣的师兄可以 来加入我们，也一同来修，然后一同来研讨。这个往生这个每一个人都是要做准备的，尤其是我们现在年纪渐渐大了，要专注在这一块就要花比较多的时间了，师兄说对不对？那就期待各位来加入我们这个共修，成莲花往生的共修。那我们今天就共修到这边，我们请起立面对坛城，我们向护灵慧华金刚上师、地藏传承祖师、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萨、护法圣众及地藏王菩萨一问讯，阿弥陀佛。好，谢谢各位师兄。你不用说吗？